Jonathan 或者 Jonathan Spencer 就走咗啦，喺尋日 Boxing Day 走咗啦。咁所以咧，我哋臨急臨忙咧，就要做一個節目。OK， 咁咧就係、是、嗱、这个、呢個咧就係佢個佢嗰張佢嗰張 graphic， 你睇下。阿楊博士有咩意見？有咩意見啊？嚇，你睇睇。哇，楊。楊詠宇會問史景遷的疑問是什麼嘢啊？咁樣啦，係啦，嗱，因為咧，我哋我寫題目咧，就係我通常寫得概括啲嘅，概括啲嘅，即係等大家有多啲嘅討論空間啦。咁咧有時咧根本大家都好趕，我冇機會問你，你會講啲乜嘢啊？你啲乜嘢suggestion 啊？focus， 我根本冇機會問你。咁所以咧，我就諗啊，如果阿史景遷走咗咧，不如咧我哋咁樣問啊史景遷啲疑問。咁咧陣間要解釋係點解啦。咁第二咧就係咧阿湛個羊咧就成日掛住咧天地一沙鷗嗰只海鷗啊，叫 Jonathan 啊，咁啊 J O H N A 嘅 T H A N 嘅。咁原來咧就成日諗咁啊寫錯咗個名，咁見到張 graphic 咧要改啦。其實佢係 J O N A T H A N 嘅。咁咧改 graphic 係需要時間，所以個節目遲咗開始。各位唔好意思，對唔住啊嚇，即係。阿湛咧就成日掛住 Jonathan Livingston 屍舊，係咁樣。好嗱，我咁樣仲有咧，你睇下呢個阿史景遷嘅樣咧，1936到2011，咁啊佢咧就係中年85歲，咁咧就其實都係咁啦，係咪先？你知西人咧冇啊算長命㗎啦。因為西人咧，佢平均係冇香港或者即係香港人、日本人咁長命嘅。咁佢有85歲啦，仲有個樣咧就好似新康立嚟喎，你覺唔覺得？係啊，好靚仔啊！好靚仔，好靚仔！我話你聽，仲有個漢諾卡靚仔，靚仔咧就叫做李若瑟 Joseph Needham。哦，嗰、那個仲靚仔啊，大佬！有兩個老婆啊，唔係鼓勵啊，我哋支持一夫一妻。某程度上面咧，其實係比起阿 Jonathan Spang 咧，更加為中國人所熟知同埋接受嘅。係啊，佢劍橋大學嘅生翻嚟。有時間再講。係啦，咁我點解今晚咧個名咧就係、是、哇改個名，跟住個題目點改咧？不如借用咧就係、是、阿、李若瑟講過啊嘛，呢、這個李若瑟的難題啊。啊！依啲聲音係咪你嗰邊啊？有人撳門啊？唔知喎，死火啦！啊，OK，
得嗱，你剝咗個麥，你去睇睇先，冇問題。我哋係 live show 嚟嘅，有依啲咁嘅事發生係唔出奇嘅。啊，即係可能有人送錢俾你使咧，係即係你要有財神嚟咧，你要係咪有人撳門鐘啊？唔緊要，行開都唔緊要。證實我哋依個 show 係 live 冇假嘅。OK， 好嗱，而家問啦。咁啊，冇嘢。呢個李若瑟講過啦嘛，有個叫李若瑟的難題。咁咧，即係李若瑟的難題係乜嘢啊？誒，咁我借嚟洗下就你啊，市景遷的疑問啊。係。李若瑟難題啊。兩個疑問一齊講係咪啊？係啦，啊，即係一字。兩個疑問一齊講係咪啊？係啦，喂，咁所謂你呢、這個李若瑟難題即係咩意思咧？即係我嗰陣時都係睇報紙學。李若瑟嘅難題咧，即係。因為其實佢係研究中國科技史噶嘛，咁所以佢好熟知就係中國喺古代以前嗰個社會啊科技嗰個發展咧已經係好成熟啦，啊甚至乎咧佢哋即係中世紀嘅時候，佢啲漢學家都將中國視為係一個所謂 enlightened kingdom 啊，一個開明嘅帝國啊咁樣嚟到去看待。咁但係問題點解即係佢個疑問就係話咁嘅先進嘅社會點解去到近代嘅時候？不是由他来到去首先掌握和开发现代科技呢，甚至乎呢是落后于西方呢，这个疑难就在这里，就是首先进步的社会为什么去到近代的时候就变得 不是先进呢，这样。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做学问呢都是去尝试去解释他这个的、所谓李若瑟的 疑难的。哦，就是你的疑难。好啦，咁李若瑟嘅疑難咧，其實係提得好好嘅 ，OK？ 即係其實有研究中國問題嘅即係學者咧，或者中國歷史學者咧，我睇亦都有唔少咧，係認為中國其實去到明朝嘅時候，仍然係好先進嘅一個國家嚟嘅。點解咧就會輸咧？啊，尤其是十九世紀輸到真係攤腰咧。咁啊，我點解攞史景遷的疑問咧？史景遷的疑問咧就係、是。一個解釋嘅啫，即係我今日睇過少少資料啦。原來佢就話咧，一般咧，中國嚟講咧，其實台灣以前有不少人都係啦，就話咧，中國近代史嘅開始咧係由鴉片戰爭開始嘅。咁咧佢就 question 呢樣嘢，其實話中國近代史咧遠早於鴉片戰爭咧係已經開始啦。我唔知嗰啲線路咩問題啊，教授就突然之間 disappear。咁咧我要解釋咧就係、是、由於佢阿史景遷咁樣講過啦，今晚我哋嗰個標題咧就咧係講翻咧，就借嚟用下嘅史景遷的疑問，佢係 question 過，即係疑問過，中國嘅鴉片，中國嗰、那個中國嗰個鴉片戰爭咧，唔係中國現代史嘅開始。OK， 各位睇唔睇到啊？聽唔聽到啲聲啊？話俾我聽啦，啊 OK。好啊，咁我又撳下咯喎，楊博士又出翻嚟啦 ，OK？ 我又撳下咯喎，楊博士又出翻嚟啦。唔知點解今日我會跳出跳入嘅咧，成日都唔知點解啊？搞笑，你咧？我唔知點解，唔知點解會有回音？唔知頭先我撳咗啲咩？你將嗰把因為頭先我剛才我熄了個 signal， 一熄的話就突然間跳咗出嗰個你個 screen 嗰度。唔好熄 signal， 你就係瞄咗你部手機。瞄咗你部手機先啊！好啦，我而家搞掂啦，因為頭先應該係 signal 嘅問題啊。OK， 好好係 signal 嘅問題。OK， 啊，喂，如果有朋友想同我講嘢，而家你係WhatsApp 俾我啦，我聽唔到電話，你啱啱收兩個電話啊，我唔知係咪即係直播有啲問題啦。如果直播有啲問題咧，請你哋用 WhatsApp 聯絡我，咁個朋友梗係知道我電話啦，係咪先啊？好嗱，你點睇咧？呢、這個叫做李若瑟。的疑問，這個叫李若瑟的疑問，一個呢就叫做呢史景，不是李若瑟的難題，史景遷的疑問，其實那些漢學家，即是，是不是看中國歷史，跟即是中國即是有不少人的看法呢，不是一樣呢？你可唔可以？ Sorry， 你可唔可以問多次？頭先我有少少嘢OK， 好，兩樣問你嗱。依、這個李若瑟就提出咧，李若瑟的難題，史景遷咧，係史景遷的疑問。好啦，咁咧，似乎咧，佢哋同中國即係一般嘅睇法，對歷史嗰個睇法咧係有啲唔同啊。其實係咪真係漢學家睇中國歷史係好唔同嘅咧？還是佢哋唔了解咧？呢、這個此其一。不過咧，呢條一嘅問題咧，不如咧我問翻另外一條 P 一嘅問題。
乜嘢叫做漢學家？其實乜嘢叫做漢學家咧？哇！你剩下呢兩條問題都可以講成個鐘頭噶咯喎！好啊，就照講啦，照講啦。嗱，而家出翻嚟啊！嗱，講漢學家先啦，咁樣樣。漢學家其實嗱，你想象一個情況，我如果西方去研究中國叫漢學嘅時候，我哋而家呢一個時候，即係21世紀，我哋研究西方，會唔會有一個學問叫做西學呢？仲？我而家向都有西學呢樣嘢噶啦，係咪清朝？冇錯啦。因為近代嘅時候，我哋會用一個西學嘅名，因為嗰陣時我哋對於西方唔了解咧，就籠統稱之為西學。咁但係而家我哋再詳細去講嘅時候咧，基本上就好少人講西學呢個字噶啦。你會詳細講歐洲研究啊、美國研究啊等等，你會再細分噶啦。咁所以其實類似嘅講法咧，喺現在呢個時候咧，已經少人用咗漢學呢個名啊。咁啊，通常都會叫China study 啊咁樣嚟到去取代咗佢。咁所以嘅漢學其實呢一個都算係幾古老嘅名稱嚟㗎啦，咁至於漢學呢個名點嚟咧，咁樣 synology， 咁當然就係由呢個 sino 嚟啦 ，sino 啦。咁你如果大家讀過歷史都會知道啊，即係譬如中日甲午戰爭又叫 sino-Japanese war 啦。咁啊用 sino 呢個詞咧嚟到去描述中國嘅啊，咁就甚至。再講遠少少咧，就係、是、其實呢個字本身同所謂支那嘅嗰個嘅字咧係同根嘅，一路追落去嘅時候咧，你係會追到去秦朝遷 dynasty， 由嗰個時候演變出嚟。嗯，由嗰陣時候演變出嚟嘅，咁樣。嗰個字啊，係啦。其實咧，大家咧就唔好覺得呢字咁深喎、哦，只要你行街留意一下咧，即係好多公司咧都用 silo 喎、哦，譬如咧中石化，大家可能都有用啊，即係入油又有用咧。咁咧就寫住 silo pack 嘅，啊，即係 silo 即係中國也，中國也 ，OK。咁好啦，開咗一個漢學啦，佢幾時開始嘅咧？嗱，研究中國文化咧，以前咧，或 N 年前咧嚇，我相信佢唔係第一個嘅，有個叫利馬竇啦，就翻譯嗰啲四書。哦，利馬竇啊，係啦，耶穌會啊嘛嗰陣時。係啦，嗰啲精英啊，耶穌西方嘅精英西方嘅科技傳過嚟中國噶嘛。系啦，畫咗好多地圖啊、幾何學啊，咁又由嗰陣，同埋嗰陣時佢係用一種點講啊，係深入中國社會嚇、啊，即係唔似得而家基督教咁樣係會唔即係唔會係接受中國文化啊，即係同佢係同種咁樣嚟到去處理啊，即係以前即係最少而家你係唔會俾人哋啊基督徒嘅話咧，就會係拜天地啊嗰啲成。咁但係以前利馬竇嘅年代咧，佢係會著住儒家嘅服裝。深入士大夫嘅社群嚟到去學習中國嘅文化，藉此嚟到去傳教。哦，仲有一樣嘢係咪話俾中國人拜祖先，認為唔係迷信嘅啊呢樣嘢。咁啊後來利馬竇嗰班咧嗰派即係死咗啊之後咧新嚟嗰派 exactly 咧，大家要查翻書噶啦，就話咧就唔承認中國人咧，即係唔容許咧，即係天主教徒咧係拜祖先嘅。呢單嘢咧搞咗幾耐，聽講要搞到20年代尾或者30年代嗰陣時先解決到嘅承認咧，拜祖先唔係迷信啊。個 point 就係咧，基督教啊，其實嗰啲一神教咧就好忌你拜偶像嘅。冇錯。不過呢、這、一個。即係用中國文化嚟到去藉此傳教呢一個做法咧，去到20世紀都仲有嘅。大家如果得閒去沙田嘅話咧，上個道峰山。嗯。道峰山嗰度咧，嗰個好靚嘅教堂咧，其實就係類似中國嗰啲即係禪房式嘅建築啊，咁嚟到去起出嚟嘅。咁借呢個中國嘅文化嘅環境，讓人覺得啊係、哦，我哋喺呢度咧嚟到去可以藉此進入天主嘅世界啊咁樣樣。嗯。係啊，咁。佢都可以20年代嘅時候，佢都仲會用中國建築嚟到去起教堂嘅。啊，呢個係我諗。件事啊，曾經有段時期咧，即係話佢哋想可能係咪20年代想復興啊？好多嘢係中西合璧嘅。中國係啊，其實如果你有留意咧，譬如用翻道峰山為例咧，佢哋嗰本雜誌叫做《景峰》噶嘛。咁景峰嘅佢哋嗰時喺南京嘅時候嗰、那個即係教堂咧就係喺景峰山嗰度起，咁由於後邊咧軍閥混戰啦，咁啊即係燒咗，咁啊將呢個傳統嚟埋香港嗰度，咁啊個教堂就叫做道峰山，咁由本雜誌又叫景峰，咁樣嚟到去即係傳翻個傳統嘅，咁所以其實
即係傳教士藉中國文化嚟到傳教咧，去到去啊日呢個世即係廿世紀初嘅時候咧，仲有喺度嘅。嗯，好嗱，講呢啲咧就係、是、即係將來我哋就深入討論啦。先講翻呢個史景遷同埋啊，我睇兩個都係表表姐咧，當然仲有其他人啦嚇。史景遷同埋李若失嗱，呢兩位仁兄有咩咁特別咧？可唔可以講講？有咩特別啊？咁啊誒，史景遷嘅話，佢其實誒一九睇下先啊，我抄低咗嘅。佢三六六五年。哦，六五年。六五年嘅時候，佢攞 PhD。因為廿九歲啦。咁就喺耶魯大學嗰度攞嘅，咁跟住後屘就一路去即係喺裏邊留翻學校裏邊教學同埋做研究啦。好似2008年嘅時候先至即係退休。咁就佢在位期間嘅話咧，就即係在教職期間咧，佢係寫咗成十幾本關於中國歷史嘅書嘅著作，即係真係著作等身嘅啊！即係同以前我哋所講舊批學者十年磨一劍咧，差好遠啦！佢出書嘅個頻率係相當之快嘅。嗯，啊，同埋咧係聽講啲筆法，我哋稍微立過去啲書啦嚇，啲係容易明嘅。即係唔係話寫到好難明嘅啊！你知啦，有啲所以其實佢嗰、個即係做歷史嘅方法咧，就係話除咗佢一啲傳統嘅書，譬如話佢最經典嗰本《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啦，嚇呢本就 textbook 嚟㗎啦。咁自然寫嘅嘢咧，就會即跟翻一啲上堂嘅時候啲筆記啊、教學嘅模式嚟到寫。但係其他佢自己嘅著作嘅話咧，好多時候係用。如果你問我係幾文學嘅筆法㗎，即係佢係用研究一個人進入個人嘅內心世界，類似寫文學嘅方法嚟到寫歷史，咁所以啲書係好好睇嘅。哦，咁嗱，我咧就即係班門弄斧嘅啫嚇，我話俾你聽咧，我聽過，我屋企有兩本佢嘅書，我攞一本俾你睇下 ，OK？ 嗱呢本咧就係、是、呢本啊，睇唔睇到？啊，佢寫太平天国嘅。God's Chinese Son、即係呢依個啊呢、這個洪秀全自認係即係耶穌係佢係佢阿哥嘛，天兄啊嘛，咁咧即係呢個佢寫關於太平天国係係 Jonathan D. Spencer，OK、okay? 啊 Jonathan D. Spencer 嗱、呢本嚇、我睇咗一部分，佢係抽離咗，唔係我哋一般寫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嗰啲嘢嘅啊。好啦，喂，呢位哥哥咧，因為靚仔，我講話似新康立嚟啊嘛，啊，咁咧就，我記得咧，幾年前，咁咧就我睇國家地理頻道，咁咧有一個系列咧就介紹中國文化嘅，啊，其實佢哋都好深入嘅，一啲我哋華人未必睇到嘢，佢哋睇到嘅，咁就由阿 Jonathan Spencer 史景遷係主持嘅。咁我事實先至咧係第一次見到咧，到底啊呢個史景遷係咩樣嘅？即係聽過啦。啊，講開佢個樣，跟住不如講少少佢個名啊。咁未必好多朋友都會知道佢個名，即係史景遷呢個名點樣嚟？咁其實佢係中意歷史，中意到一個地步咧，就係佢係景遷，景者景仰，遷就司馬遷。佢好敬仰司馬遷嗰種弟子嘅精神，不屈不撓嚇、啊。就算俾人哋即係行以酷刑嘅話咧，都繼續要係即係直筆去嚟到去寫史，而唔係曲筆嘅啊。咁啊，所以叫史景遷。嗯，我咧我開頭睇咧都唔知點解個改個堂名咧嚇，咁即係咁 Chinese 嘅名啊。啊！我就唔明點解叫遷，後屘你提醒咗我啦！啊，而家就原來咧就佢好尊敬司馬遷嘅，司馬遷，大家都熟嘅。睇完即係知道佢呢個名嗰個古仔之後咧，我曾經諗過，我可唔可以模仿佢呢個咁嘅諗法，整一個筆名咧咁嘅樣？咁啊諗咗廿幾年都諗唔到。嗱喂，你唔覺得好型嘅咩？司馬史景遷，好型呢個名。啊！作為一個自恥嘅，即係自恥嘅人咧，能夠改到咁靚嘅名嘅話，係相得益彰噶嘛。係，佢盡量改堂名咧。啱啱佢 S 嗰個字咧，你咪當佢姓史咯。咁中文裏邊，中國人裏邊係有人姓史噶嘛，係咪先？啊，李若失咧，仲要係史啊。係啦，史景遷，哇！你真係唔即係如果一般喺即係淨係有中文嘅書嗰啲中文嘅文章咧嚇。佢唔寫個英文名咧，你真係以為佢係唐人嚟嘅？咪係咯，我
小弟个名啊，即系嗰时我屋企人帮我改咧，个功力都只系及佢呢个名嘅最多四成嘅。咁荣誉点你解咧？系荣誉就系生命嘅宇宙啊嘛，即系嗰时文革进行嘅时候，系仲要系全球化文化底下改出嚟嘅名。哇！都不过都唔够无产阶级喎、啊，你啲名咪人就哋系哇！咯，即系嗰时候啲咩叫文都改革过。啊？即系你知咧，大陆啲叫咩兵啊？即系男人啊，乜系嘢兵啊？咩军啊？佢唔知有几多个啊，大佬。啊！嗰啲人係改啲咁嘅名噶嘛，仲有叫乜文革啊？即係哇咩咩有個叫咩有個左嘅叫一橋，即係點嘅一橋咧？一個好似出世或者出世冇幾耐咧，就係1958年咧，武漢長江大橋落成啊嘛。武漢長江。你唔係講緊阿康一橋老師啊？我唔知啊，早有人叫一橋嘅。即係喺左一派圈子，左派圈子一即係話啊，當年國家威啦，第一次咧起到喺蘇聯專家嘅協助之下，用民國時期留下嘅我哋而家叫做數據，起成第一條長江大橋。因為長江大如果你冇大橋咧，你係好阻住噶嘛啊！嗰條叫武漢。有一位係即係精通中國語文嘅道教中學嘅校長，又叫做康一橋啊嘛。哦，一橋，佢係教普通話嘅。哦，咁唔出奇啦，佢係受嗰個時候影響啦，因為佢做到校長年紀都唔細啦，係咪先？係退咗休嘅啦，退咗休啦嚇。但係而家我哋睇翻咧，冇錯，佢係一個當時一個經典啦，就係、是、將長江南北係連住，靠呢個武漢長江大橋。嗯其後亦都有南京長江大橋啦，咁但係而家依啲橋咧，係因為個橋墩咁短咧、咁矮咧，係其實阻住交通嘅，阻住交通啊！咁好，我哋翻翻主題先。好，翻主題啦。OK， 好，翻主題啦。阿史景遷啦，咁佢我又去翻我哋兩個人啦。嗱，史景遷嗰個影響咧，即係佢可以咁深入淺，即係好通俗嘅方式去寫啦，我哋叫通俗啦。寫落去啦，佢其實佢嗰個睇法咧有啲咩唔同咧？啊，嗰、那個即係譬如你可唔可以 raise 一個 point 出嚟？佢係個你頭先都翻翻去你條題目嗰度所講啦嚇，史景遷嘅疑問啊嘛，咁佢個疑問就係、是、而家好多時候中國嘅近代史嘅處理方法都係以鴉片戰爭嗰度作為一個開端，之後嗰啲先叫做近代史啊嘛。咁所以史景遷佢個疑問就係話，其實中國喺近代裏邊唔係淨係得個衰落啊嘛，進入近代嘅時候，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社會經濟好發達嘅情況，去到明清嘅時候啊，咁後屘先至由於西方嘅入侵先開始係即係去到即係有少少嘅 decline。咁但係如果你全部將近代史描述成為一個即係下降嘅趨勢嘅話咧，其實你係只不過利用歷史作為一個民族。主義嘅鬥爭嘅一個工具，咁啊未必係好客觀，能夠睇到成個近代史嗰個面貌。咁所以你身處於中國政治漩渦以外嚟到睇近代史咧，可能你睇到嗰個嘅情況係會係更加透徹同埋全面一啲啊。咁變咗你喺美國嗰度嚟到去做研究或者去讀歷史嘅時候咧，就唔似得而家華人世界。或者甚至乎香港係會將歷史當成一個純粹政治工具嚟到去即係變成咗政治嘅延續咁樣樣咯。嗯，但係咁講啦，一件還一件啦嚇。攞鴉片戰爭咧係作為呢個近代史中國近代史開始咧，其實亦都係有佢個理由嘅。咁咧又要公平咁講啦。除咗係共產黨咁做之外咧，以前嘅國民黨都係咁做。OK。系啊，因为其实佢哋两个党嘅话都系由革命嗰度起嚟噶嘛，咁革命嗰个源头就系因为国家即系受帝国主义嘅入侵，而因此 justify 到系需要有革命嘅行为同埋政党嘅存在。系啦，咁所以佢两家嗰个政治利益咧系一致嘅，即系将近代史放喺鸦片战争嗰度做开端嘅话，即系就算喺1997之前或者 long time ago 啦，香港嘅中史教科书都系咁嘅。即係無論左校其實係好少嘅，好少數嘅啫。即係主流啊，即係教育司署當時仲有教育司署咧，佢定下嚟啲課程都係咁樣分嘅啫。啊，即係佢亦都唔介意，英國人亦都唔介意你咁樣分啊，係最弊。即係呢樣嘢啫。
呢個史觀其實引申了很多矛盾出嚟嘅，即係中國人而家用呢個史觀，一方面你係將清朝啊，即係推到去歷史嗰個嘅黑暗面啊，講佢點樣衰法啊，所以啲領導人全部都係即係腐敗無能啊，因此先有西方嘅入侵啊。但另一方面咧，而家你睇翻中國內地裏邊所做嘅即係歷史通俗劇裏邊，大部分都係以清朝為背景嘅喎，係咪先？好似又想幫佢平反咁樣，咁變咗成個即係歷史嗰個研究同埋嗰個文化產品咧之間係會有個張力喺度嘅。嗯，係啊，即係你提醒咗我，大陸拍嗰啲清宮劇咧，即係而家嘅電視劇咧，哇！一講親清朝咧，對個皇帝咧都係點講啊？比較正面嘅角度去描寫㗎。整個角度啊，都是正面的描寫，即係佢要承認佢係正統啊，有樣嘢係正統。正統還正統，但政治的評價不應該會高嘅，因為其實如果你再睇翻咧，其實呢啲喺係所謂近呢十幾廿年裏邊咧，官方嘅講法就係出現咗所謂個歷史虛無主義。即係覺得你已經脱離咗傳統馬列毛澤東嗰個史觀底下噶啦，即係呢啲史觀底下咧，你係要用半殖民地半封建嘅嗰種正統史觀嚟到去睇近清朝，就唔可以立亂將一啲所謂嘅反面人物嚟到去即係幫我哋平反。嗱呢樣嘢其實你永遠去唔到啊，史敬遷或者成個美國文化裏邊按照史實嚟到去做歷史研究嘅呢個高度，因為其實即係喺中國裏邊嘅話咧，坦白啲講，其實話就話唯物主義啫，但係其實全部唯心噶嘛。即係總之漢法行先啊，你有史實都好，或者史料都好咧，都係要以嗰個漢法或者係即係官方嗰個嘅漢法嚟到去即係唔可以違反佢。嗱，咁歷史研究咪冇意思咯。係嗱，你依個睇法咧分兩面嚟咁講，部分係共產黨造成，部分亦都係。國民黨嗰段時期都係咁樣教法啊，係啊，其中有好多嘢都係冇錯啊，係啦，佢係國民黨嗰時都係咁教法嘅。再講，但係而家國民黨本身都唔會話咁強烈話啊，你一定要按照歷史嚟到去睇啊，你咁。但係問題而家台灣都有個即係做學問嘅自由噶啦嘛，但係大陸而家都冇，香港亦都係收緊緊。所以如果按照你佢所講嘅話咧，就係、是、以國民黨開始，共產黨成全，然後而家再加以係緊箍咒。好啦，你講開咧就話對歷史人物有不同嘅評價咧，即係我要特別講講啦。陣間你亦都即係我都係班門弄斧嘅啫，知好少嘅啫。美國嚟講咧，其實咧佢有啲人物咧傳統歷史上覺得佢係即係叛黨嚟，即係。叛亂分子嚟嘅，咁但係咧，官方有即係主流一個睇法，但係民間咧有多種不同嘅睇法。咁有一個叫 Ted Turner， 點為之係 Ted Turner 咧？佢係喺南北戰爭之前，大概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嘅人物嚟嘅。咁佢係一個educated 嘅讀過書嘅黑奴，咁咧就做到呢個好似牧師啲嘅嘢，日日去傳教嘅。咁咧佢即係佢個。他的主人咧就教到佢識讀書，識英文嘅。咁咧後來咧，因為佢 educator 咧，佢懂得組織，同埋咧係領導啲人反抗。咁但係佢1830年代，佢曾經有次反抗，亦都殺咗好多白人嘅，有啲都係無辜嘅，即係全家殺曬。咁後來捉咗去判死刑啦。咁美國嘅歷史咧係對佢係有爭議嘅。咁但係咧佢死嘅地方今日都有個銅像。咁即係佢係容許嘅。另外一個咧，可能你都可能睇嗰套戲，可能係冇睇過嘅。有套戲叫做《感受山河烈士血》啊。聽過呢個。阿拉姆我講咧就係60年代版本，尊榮啊，即係以前做牛仔嗰、那個阿尊榮 John Wing 去拍嗰套，之後都拍過好多個版本啦。咁咧就美國嘅愛國教育嘅一部分就話喺墨西哥有個城市咧叫阿拉姆，而家即係聖San Anthony 嗰度咧就係、是、抵抗墨西哥軍入侵，咁啊百幾個民兵全部戰死，咁咧佢哋英雄咧我睇你有啲印象啊，呢個係美國嘅大事嚟嘅，援軍未到，百幾個民兵唔係正規軍，全部戰死嘅，咁啊。但係咧，嗰三個領導咧，當時覺得英雄啦。咁我睇過美國一套美國拍嘅關於踢爆美國史嘅紀錄片。咁佢話咧，其實三個咧，即係
即係混蛋嚟嘅啫，即係三個點衰點衰 ，it happen 佢哋做咗喺嗰個 moment 做咗英雄嘅三個混蛋嚟，佢可以有不同嘅，咁就係、大陸咧係只可以容許一種史觀啊嘛，啊，嗯，嗱、啊，你頭先你講嗰度咧有兩，我有兩點想回應一下啦，一個咧就係、是、即係何為歷史咧咁樣樣。咁其實如果你睇翻西方嗰、那個，即係佢哋對於政府嘅檔案咧，咪有啲保密法嘅，有啲檔案法啦。最多最多應該都係大概係三十年度咧，政府檔案就會開放噶啦嘛。咁其實呢一件呢一個做法嗰、那個潛台詞就係咩咧？就係話對於當代一啲嘅重要嘅政治人物，就算有政治正確嘅睇法都好咧，最多都係維持三十年。嗯，三十年之後咧。關於呢個人物，佢嗰個檔案開放咗之後嘅話咧，當佢所做嘅嘢啊，佢講嘅言論啊，或者佢做決策嘅時候，一啲裏邊最深入嘅考慮啊，都開放咗俾民間去研究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民間有個話語權噶啦。你點樣去即係去到去干預佢都冇用，因為呢個係自由社會裏邊，佢哋有權嚟到按照史實或者事實嚟到去做相關嘅研究噶嘛。咁所以西方裏邊咧就冇官事呢個概念嘅。政府是不可以干預它的，但是中國呢去到現在你想想中共1921年成立去到現在100年了都還是緊緊抓住歷史的話語權，將歷史當成政治一個延續，你的歷史的說的東西如果不適合官方聽的話，你分分鐘是要踏你進去坐監、啊、即要批鬥，所以其實那個政治那個氛圍呢其實它是不讓你來到有個學術自由嚟到做，咁呢個就係東西方之間嘅分別，亦都解釋咗點解史經遷可以寫到咁好嘅著作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話，如果你係講美國裏邊一個再近代啲嘅即係人物，佢個即係對於佢個評價點樣改變嘅話咧，我會舉下列根。啊，列根佢80年代嘅時候做總統咧，佢係其中一個當其時係俾人覺得係史上最差嘅總統，因為在位期間經濟好差。啊！即係啲人係用最近，即係最貼身嗰個經濟嘅觀察咧，嚟到去評價總統嘅好與壞。啊，咁就但係問題，佢落咗台之後，咁尤其是佢到後尾，好似2000幾年嘅時候咧，就出咗本即係佢個呢個日記之後咧，對於佢嗰個歷史睇法咧，個評價又唔同咗咯。咁而家啲人咧就因為已經事過境遷，就唔再僅僅係用嗰個咁短期嘅經濟表現嚟到去評價佢嗰、那個即係成就與否，而係話，咦佢喺即係終結共產主義啊，即係喺冷戰裏邊領導全世界嘅時候咧，係非常之即係個角色好重要嘅喎、哦。咁所以佢突然間咧就由史上最差嘅或者其中一個最差嘅總統咧，變成了史上面最重要嘅一個總統。嗯，所以評價係好變嘅。哦，咁樣啊！嗱，我記得咧，列根係被列為咧係偉大，即係勁嘅總統之一啊！好似唔係個個總統死都係有國葬嘅，佢死係有國葬嘅。儘管當時咧，佢已經患咗呢個叫腦退化症啊，Alzheimer's disease 啊，咁啊，但係咧，佢仍然咧係即係佢死之後咧係一國葬。我仲記得南西咧出去個葬禮咧，即係美國個葬禮係，你唔好話我衰啦嚇。幾好睇嘅喎，真係幾好睇嘅喎，因為咧佢做到嗰啲安排嘅儀式咧，即係好似軍操咁樣嘅。咁因為美國咧就起碼佢有起碼表面上有個 gentleman 嗰個傳統啦嚇，咁就揾啲軍官啊，著嗰日落雨嘅，著住件乾濕褸，將條領反起，每人咧就揸住把遮，佢遮啲女士嘅。啲女士咧就翹住嗰個軍官隻手，哇！那個即係你話佢表面即係虛偽都好啦，起碼佢葬禮佢做得出咧呢樣嘢咧，你覺得哇？咦，係又係嘅喎嚇！但係我估唔係美國個國家係咁嘅，咁咧佢葬禮你唔會睇到係好悲傷嘅，而係睇到咧即係一個好點講啊？一個隆重但係亦莊嚴嘅角色，但係個悲哀程度唔係好高嘅。啊，咁即係大家你回憶，大家可以揾翻啲片嚟睇啦。即係屬於重要嘅總統咧，佢葬嘅時候咧，就係嗰個儀式啊。其實咧，你話好好話唔好聽，係真係又幾好睇喎。係真係anyway， 即係等於早兩個月我哋睇菲利親王嗰個葬禮一樣啫嘛。係啊，即係西方嘅葬禮其實
因為佢哋有即係基督教個信仰，佢哋唔會話將即係將呢件事變成一個好悲哀啊！即係相反嚟講，佢哋已經魂歸天國啦咁樣，咁在世嘅人咪借用懷緬嘅態度嚟對待佢咯。即等于英女王啱啱先做圣诞文告嘅时候，都系将呢个文告献咗俾阿菲利亲王啫嘛，一样。嗯，系做得几好嘅，啊呢样嘢。好啦，我哋讲翻嗰个正题咧，就话嗱，史景迁啊提出咁嘅样咧，佢话近代史嘅开始咧，中国近代史开始咧，应该早过咧系鸦片战争嘅。嗱，对呢个论述，你又点睇咧？嗱。史觀的好處就是話，你只要有一個理據喺度，而嗰樣嘢本身你係能夠自圓其説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成立。咁呢樣嘢對於冇政治利益嘅人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説法嚟嘅，因為我唔需要為即係大陸嘅任何政黨嚟到去即係包裝佢哋嘅歷史，然後為佢政治利益服務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史景遷或者西方呢啲學者嘅睇法咧。佢係從成個時期嗰個朝代嘅表現嚟到睇啊，咁啊佢係興盛咗之後，然後後屘係即係被西方入侵，咁個故仔咪完整咗咯啊，佢唔係淨係講嗰個即係入侵，然後就引致到後屘嗰個嘅即係八面敵黨嘅出現，咁呢個論述就會好明顯係為咗政治利益而服務，就唔係話為咗去研究歷史而歷史啦。因為學術本身就唔應該係為現在利益嚟到去服務噶嘛，係以你研究清朝或者係近代嘅開端，你就要睇翻近代嘅特點係咩嘢咧？可能就係即係經濟上面嘅自由化即係貨物嘅流通同西方嘅接觸等等等等啊。咁嗰個起點嘅話咧，先能夠解釋到有咗呢樣嘢之後，點呢啲因素點樣慢慢導致到現代嗰個文化嘅衰退咧咁樣，而唔係一開始就揾最符合現代政治利益。就是話衰落，然後就有革命，然後就即係有而家嘅政治嘅管，即係共產黨嘅管治之如此類啊。咁所以相對嚟講嘅話咧，西方嗰個嘅論述咧係更加符合嗰個史學嘅原則同埋嗰個嘅完整性。嗯，好啦，咁其實佢講嘅話其實喺晚明嘅時候已經開始啦。其實嗰個理據係點嘅咧？即係佢講話其實唔止嘅。等陣，我要講翻咧嗱。不過咁講，抽開共產黨、國民黨唔講啦嚇，即係有鴉片戰爭作為一個分水嶺咧，亦都係有佢嘅理由嘅，即係我唔係完全否定呢樣嘢嘅啊。咁但係咧，就有其他學者、外國學者去更深入去睇嘅時候咧，其實鴉片戰爭只係一個果，唔係一個因。嗯，係啦，你而家講因啦啊，咁因嗰你都講得非常之安全啊。體諒下啦嚇，體諒下。OK， 即係唔係即係呢個亦都係容易記啊嘛，容易記啊。冇錯。啊，咁因為我就將個故仔再講遠少少，因為其實讀即係聽眾可能會唔知道啦。我其實我個博士論文係講廣州。哦，廣州。即係講好多嘢講喎。廣州歷史。咁跟住點解咧？因為我嗰陣時讀大學本科嘅時候咧，喺 E.S.3 就收咗兩個 course， 我覺得好有趣。一個咧就係中國嘅城市發展史。嗯。另一個咧就係同一個 professor 講教嘅，叫 Carrie McPherson。咁就佢另一個 course 就講緊現代上海史。嗯。咁所以就會從如果俾我嘅話咧，我就會從城市發展角度嚟到去睇翻近代史嗰個開端係點樣。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有學者甚至乎係講咧，中國近代史係起源於宋朝。嗯，點解咧？點解咧？一來經濟上面佢哋發達啦，開始有即係真正現代貨幣出現啦，所謂飛票啊嘛。如果你讀中史都會聽過。咁所以呢樣嘢其實西方都未曾有。即係貨幣上面現代化咧，喺宋朝嘅時候已經出現咗。好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因為喺宋朝嘅時候，佢去咗杭州啦，即係南宋嘅時候，咁所以即係所謂嘅好安逸嘅社會嘅時候咧，造就到成個經濟咧係嗰個嗰種享樂主義好緊要啊。咁而導致到咧成個城市面貌都唔同咗。咁所以當時係周街都係市場 market， 就唔似得好似西方。而且古代咁樣咧，係淨係集中於一個城市裏邊嘅即係南邊嚟到去做嗰個城市，好似係啦。咁就咁所以咧，成個市街即係嗰個 street 啊，都現代化咗，係啦。
所以城市結構都變埋，咁啊變咗係即係宋朝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如果用翻馬列主義所講嘅話，就係話一種資本主義嘅萌芽咧，已經係當時已經出現咗。我唔係明朝，宋朝已經開始啦，即係南宋已經係嘅。即係有學者研究，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下你用咩角度嚟到去睇件事咯，啊，因為你對於所謂近現代即係近代現代呢啲咁嘅字咧，佢最尾都係just a matter of definition。你點樣 define 佢係一個即係近代嘅開端咧？咁樣，如果你用資本主義嘅出現嘅話咧，可能可以再推前多少少。但係如果你從舊國，即係從亡國再到舊國嘅角度嚟講咧，就變你話齋啦。共產黨嗰一套嘅説法，即係用鴉片戰爭開始嘅話咧，個合理性就會強一啲，亦都方便佢哋去到做歷史上面嘅論述。去到最尾個高潮就係出現咗一個啊偉大光明正確嘅政黨啊嘛。啊，好啦，位公正嘅出現啊嘛，嗯，系啦，所以就好視乎你要點樣 define 成件事。哦，好啦，咁講啦，由宋朝開始啦，發展到去到嗱，我就我只係睇啲 layman 嘅書，就冇咩睇啲即係 journal 啊、學術著作咁樣嘅。咁咧好多種講法，其實咧鴉片戰爭之前咧，再數落去明朝，再數落去宋朝咧，中國嘅 GDP 都係 number one in the world。世界最大經濟實體嚟嘅，啊 OK 啦，咁即係話喺明朝嘅時候咧，其實佢嗰、那個我睇過大陸啲書咯，好多年前話明朝亦都係有資本主義都發展㗎啦，啊咁但係咧始終冇辦法去到現代嘅社會，工業革命冇喺中國出現，即係李若失難題啦嚇，咁、你又點睇咧？啊，即係點樣慢慢鋪到或者咧係發酵到去鴉片戰爭前後嗰種局勢咧？你再問啦，詳細少少。嗱，由你頭先講啦，由南宋開始已經係有資本主義萌芽啦。到明朝嘅時候咧，資本主義發展得係好勁啦。啊，揚州啊，都係一個commercial centre， 可能係 financial centre 咁啊。十年揚州一覺夢係嘛？我都唔記得咗啦嚇。咁揚州都發係非常之即係 capitalist 嘅。咁到後來即係清朝入關啦，清兵入關啦，到清朝嗰陣時咧，仲係好繁盛，就係好繁盛嘅。咁但係點解會會出現咗呢、這個去到鴉片戰爭？如果我哋唔做分水嶺，我哋講咗去到十九世紀時候呢、這個中國嗰個土地中國嘅政權嚇、開始沒落咧，嗱、那個轉捩點喺邊度咧？轉捩點轉如果西中國嚟講嗰個轉捩點咧，其實就冇去，即係其實你如果你問我啊，其實就冇所謂轉捩點嘅，只不過就係話你喺鴉片戰爭裏邊，你只不過打敗一場仗啫嘛。嗯。咁如果嗰度其實你唔你哋你同西方有一個即係緊密嘅合作嘅話咧，就好似後屘去到1870年代之後咧，其實就冇乜大仗即係爆發過噶嘛。咁、所以其實去到後尾嘅話咧，如果你問我，我唔覺得中國喺近代裏邊係太過積弱，反而就係好戇居咁樣。你去到義和團嘅時候咧，你無啦啦引入咗西方即係嘅入侵，而去到後尾啊，你俾呢個即係共產黨又多個口實就話啊，嗰陣時索權辱國啊，又簽訂呢、這個庚子條約啊嗰啲成。咁但係你諗下，去到佢其實十九世紀初嘅時間，中國嗰個經濟都唔差嘅。咁啊，即係佢同佢仲係可以同西方保持住一個即係呢個叫做咩啊？貿易嘅往來。咁佢甚至乎去到後尾，佢係可以又唔係通商。即係如果你從另一個角度睇嘅時候，中西方之間係仲係有個互動喺度。如果你唔即係其實嗱，我又不得不講一個樣嘢啦。啊，雖然政治上面不正確，就話如果你唔係用呢個民族主義視觀去睇件事。不是好像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开始不是所谓二十世纪的时候开始用民族主义小观看的事呢，其实中国是不断地开放的。嗯，是不是先？所以我又即觉得件事如果用另一个小观看的时候呢，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嗯，好啦，讲到这里啦，大家呢关于史景迁那些著作啊，就大家咧就如果有興趣嘅咧，就可以即係上網揾一揾啦。咁佢寫得係好通俗嘅，無論個英文版或者嗱翻譯成中文版都係即係容易睇嘅。咁大家可以去睇啦。咁啊話揾到你上嚟咧，我即係除咗史景遷呢位哥哥之外咧，
其他漢學家啦，咁你都即係都有接觸過睇過好多佢哋嘅書，研究好多佢哋嘅學問啦。咁有邊幾位咧係即係你值得係大家去留意多啲嘅咧？咁你頭先嗱話有得，兩，你講你講你講，史景你遷，講，咁我要 relate 啦。史景遷咧就咁叻啦吓，咁佢跟啲咩師傅啊？嗰啲都係英國漢學家嚟嘅喎。哦，啊，你講開呢個問題，啊，好彩我都有準備。啊。咁佢有一個老師咧，其實我哋嗰陣時廣大嘅老師咧，即係我廣大嘅時候嘅老師咧，都好推崇，叫做Barry Wright。咁就佢寫咗一本書好出名嘅，就叫做《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即係最後中國最後的保守主義，《通之 Restoration 1862至1874》啊，即係講同治中興嘅啊。呢即本就洋當其務，時喺有名洋務運動啊。系啦，系啦，又唔同喎、啊。同治中興咧，就係講緊中國即係點樣恢復翻個儒家傳統。因為其實你係俾太平天国嗰邊搞亂咗之後嘅話咧，一切嘅嘢就要復舊。某程度上面係有少少似而家香港發生緊嘅嘢嘅，即係啲嘢全部要拉翻去，拉倒翻去以前儒家嘅文化。係啦，洋務運動就另一回嘢，另一回事就係要去開放中國嘅社會啊，開放中國經濟。多謝。係啦。咁呢一本書咧，就係、當時喺廣大裏邊好多人會讀啦，甚至乎 A level 嘅時候咧，係一本 recommended textbook 嚟嘅。個 A level 意思唔係1980年之後廣考試局主辦嗰個啊，就係話之前講由香港大學自己做翻嘅嗰個 A level 好。咁樣咯，咁佢都係一位好出名嘅學者嚟嘅啊。咁就佢師傅係咁啦。咁啊，另外我想講多兩個漢學家嘅即係少少資料啦。咁兩個都對於我嚟講好重要嘅，一個就係呢個叫做咩？Jonathan King Fairbairn 啊，費正清啊，都好好係啦。個名好似唐人啊，費正清啊，佢哋改嘅名全部都好唐人噶，一陣間我再講嗰個都係即係好似唐人噶。咁呢個就重要，呢、這個就係一個老派嘅即係所謂漢學家啦。1932年嘅時候去到中國裏邊做研究，喺清華大學。咁然後1936年嘅先離開。佢跟嗰個即係係咪叫師傅啊？定係叫做advisor？好勁噶，個名叫做蔣賢佛啦。啊！即係後尾喺中華民國裏邊咧，係即係做到係負責外交嘅啊。咁啊，蔣賢佛佢而家嗰本《中國近代史》嘅話咧，都仲有賣緊嘅啊，即係賣咗成即係70年嘅啦，本嘢。咁勁啊！OK 啊，咁啊，即係菲亞病嘅話，最出名嘅就係佢去做呢個《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嘅主編啦。咁大家如果係即係讀歷史系嘅話，就唔會冇讀過呢個系列嘅書㗎啦。咁同埋佢係寫好多即係亞洲嘅尤其是中國同埋日本嘅研究啦。咁佢最出名嘅有兩本啦，一本就係叫做《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1960年出嘅，另外就係《East Asia: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啊，咁啊1965年嘅時候嘅一本書啊，呢個都當時 A level 好多人讀嘅，不過就冇成為 textbook 啊。textbook 嘅話咧，就係、是、另一個就係叫做Emile Louis 啊，《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咁，呢個就係我哋當時讀嘅書嚟。徐若乜嘢？徐若徐中藥，徐中藥，徐中藥啊！咁聽講佢嗰個阿哥雲嘅細佬咧，就係徐成斌主教嘛。啊，有人咁都講俾我聽啊！嗱，我哋啲觀眾咧好醒嘅，係咪嘅咧？咁大家可以咧發表下意見啦吓，即係今晚咧就我哋都揾得阿楊博士好急嘅，咁咧就即係我哋即係個組織未必係咁好啦。好啦，你講完都講到講到呢幾個啦。咁佢哋基本上咧係咪可以睇到用不同角度睇中國咧？係咪因為佢哋嘅條件好啲，還是佢哋嘅身份抽離咗一啲咧？因為我以前嗱，聽過一個西人講，佢話所有張國京家，菲律賓咧，張京菲律賓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對於佢嚟講係有少少批評嘅，因為其實而家西方裏面咪好興左交呢個名嘅，係有人話佢係即係佢本身係有即係。
有少少係左膠之父即係來源。點解呢？就係、是、因為其實佢嚟過中國啦，佢好同情中國啦。佢寫嘅嘢嘅時候咧，即、就、係、是、覺得中國都係被西方侵略啦，咁所以就即係、就是、覺得中國應該係要係即係我哋要同情佢，然後係俾最多支援俾佢嚟到去建成一個現代化嘅國家。佢論述裏邊嘅話，都係用呢啲咁嘅即係角度同埋口吻嚟到去寫嘢嘅。咁變咗就係話，令到而家一新一代嘅人，如果再繼續承傳呢個傳統嘅話咧，就會係對於中國缺乏咗一啲好基本嘅批判。原來係左膠嗱。我以前聽過咧，有人會咁講啦嚇。即係不同睇法就係話其實依個Fairbank 咧就好睇唔起中國嘅點點點點點點咁我。我當時冇深究啊，細個啦嚇。咁而家聽你講咧，就話啊，原來佢用今日角度就叫做左膠，係同情中國嘅。同情中國啊，因為其實佢係覺得啊，中國其實經歷咗改革啊、革命之後嘅話咧，係時候可以係現代化啦咁樣樣。咁啊，即係將佢好多即係問題就可能冇講得咁透徹啦嚇，將佢成就凸顯咗出嚟啦咁樣樣。好啦，咁我。跟住啦，你講咗啦，頭先嗰個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啦，咁就又講埋Fairbank 啦，咁仲有邊個幾個你覺得值得講咧？最尾一個我想講咧，就係呢個反而咧係咁多個裏邊我睇得最多，因為其實佢寫嘅嘢咧就同我嘅研究最即係貼切嘅。呢個人嘅就叫做傅高儀，係又係。又是唐人名嚟嘅 ，OK？ 又是唐人名嚟噶，你仲睇个名字？所以你明唔明啊？其实嗰阵时李约瑟咧，好笑噶。有啲即系啱啱先做研究或者睇书人咧，就会觉得李约瑟唔系中国人嚟嘅咩？系咁样。你要睇下香港嗰啲人名啦，咩大卫约瑟咧，真系大把噶嘛，系咪先？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嗱，呢个李约瑟嘅话咧，其实佢本身系社会学家嚟嘅，佢唔系历史学嘅。咁但係佢有三，佢有誒，睇下先。傅高義，你又生係 biochemist 嚟㗎嚇？冇錯啦。傅高義係社會學家嚟嘅。咁就佢有三本書，我覺得係值得拎出嚟講啦。一本就係嗰時我讀研究院嘅時候睇嘅一本書啦，就即係講緊即係廣州嚇嗰本，我俾一個封面俾你㗎，有冇整出嚟？未啊，咪趕唔切啦，因為等陣間會整出嚟。講緊即係廣州係一個共產主義城市咁樣啦，個詳細書名唔記得咗啦。嗰本其實係講緊即係其中一本西方講廣州現代史講得最早嘅一本書嚟嘅。咁因為我本身就係寫廣州史，咁所以呢本書咧我會參考得多啲。咁另外一本咧就係講佢講鄧小平啦，即係佢亦都係即係翻譯得好即係全個中國都發行得好多啦，咁就所以呢本書咧佢係入到大陸嘅，好啦，跟住另一本咧就2019年嘅時候出，咁呢本書咧同我舊年嘅遭遇咧係有少少相關嘅地方嘅，咁佢本書咧就係講緊個書名咧其實好有趣嘅，叫做 China and Japan， 然後就 Facing History。即是说中日两国之间作为世仇的话怎样可以令到双方都可以真正去面对历史呢这样。所以他尝试就是很客观地将那些 historical facts 来到去 present 出来让人可以客观来到去看回这件事。就这一本书反而我想讲多一点就是他在引言里面他是这样讲的。他覺得中國和日本是可以有三個時期來到去做研究的，公元600至到去838年呢就是日本學中國的文化，然後呢就1895年至到去1937年以及1972至到1992年呢就是中國學習日本。這句說話呢你在現在的香港裏面呢是政治不正確的，即係睇翻舊年的話，哇！中國向日本去學習，仲要係1895至到37年，咁咪即係正正刮咗教育局一巴。係啦，咁所以佢成本書咧，佢後屘就會係提供咗好多嘅史實，話俾你聽啊，中國裏邊咧點樣去請啲西方嘅專家嚟到去學習，點樣去辦警務啊，袁世凱又點樣揾日本人咧嚟到去作為佢憲政嘅 adviser 啊，咁甚至乎咧陳獨秀、李大超都係留學日本嘅即係大學生，
咁所以共产党本身系咪都系日本嘅一个嘅副产品咧？嗯，系咪好正啊？OK， 嗱，咁共产嗰个字都系由即系日本日文翻译过嚟啫，借日文嚟使下啫。咁文化咧，大家都互相 borrow 噶啦，即系你承认好唔承认好，都系互相大家互相 borrow。即係大家借嚟使下咁啦，係咪先？咁即係你話西方人而家有啲嘢都係用中國嘅，咁唔出奇啊，係咪先？即係好冇錯啊。咁大陸，所以正常人嚟講，你係會應該包容嘅角度嚟到去承認歷史發生嘅事噶嘛，而唔係話我唔中意，我要即係 DQ 你，甚至乎成個考試嘅學生嘅答案都要將佢塗黑曬、塗白曬。啊，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差嘅態度咯。嗯。其實有些東西可以平常心對待呢，就不會有什麼東西了。所以其實你去到最後，我又回到我們的主題，就是說，即如果我們用現在香港政府要求我們那種自學的態度的話，你不要說扶高二，你扶低二你都訓練不到一個出來，大佬。即是不重視一個獨立思考，即是很簡單的感覺。是不重視事實，不讓你說事實。是啊，今天呢就我阻了你整個小時時間，真的不好意思啊，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我看呢，如果要說下去呢，講天光都講不完。不過最後呢，要請教你一件事先。我想問一下呢，就傅高義英文名是什麼？可能有些觀眾看英文新聞的時候名字應該叫 Elsa Vogel E-R-Z-A V-O-G-E-L 哦 ，V-O-G-L 就高二啦，嗰個哦，佢譯得好好嘅，好啦，佢音都幾準嗱，最後一條問題要問你啦，如果你話研究中國科技史嘅咧，最出名嗰個咧就係李若實啦，佢1900年出世，1995年先走嘅，咁咧佢又同呢個大陸嘅關係好好嘅喎，喂，其實咧中國科技史出名啦咁另外咧，我哋嗰個主角咧，依套今日所講嘢嗰個主角咧，阿史景遷咧，其實佢同大陸個關係都係好嘅，即係起碼冇錯啊。咁其實呢啲大陸嚟講，點解要同呢班咁嘅漢學家咧關係好咧？即係其實對佢有咩利益咧？你又要咁睇，即係一方面佢哋又想即係引入西方嗰個睇法啦。其實呢一樣嘢本身喺八十年代嘅時間，如果你有睇過一套書叫做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嘅，我可以俾你睇睇。你唔介意等一等？冇問題。哎呀，我好彩又執咗啲書，執咗少少啊，所以都有啲嘢夠用。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只係你咁少嘢嚟啫。你可以咁講啦嚇。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叫做四川人民出版社就出咗一個咧，就叫做《走向未來叢書》啊。其實係袋裝書嚟嘅。咁我諗應該都出咗百幾本。咁其實佢係大規模將西方嘅學術著作咧嚟到去翻譯成為中文啊，俾即係中國人去參考。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將呢啲西方作者嘅著作引入中國咧，其實係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一個現代化嘅表徵嚟嘅。咁當時其實佢就只要啲睇法唔係咁敏感咧，都會引入。咁最多咪刪你幾句啦，咁始終有啲刪減嘅啦。講真嗰句，所以你睇大陸書咧，就未必係能夠原汁原味。咁但係去到而家嘅話咧，咁當然啲佢哋會審查得好緊要啦，唔會話係人都會再入嚟。咁所以其實係去到去千禧年之後咧，我諗佢會有啲嘢收緊咗，尤其是習近平之後。之前嘅話咧，咁其實佢譯得出嚟嘅話，佢都即係敢譯嘅話，佢就會敢去賣嘅啦。所以嗰陣時會自由一啲。因為嗰時你舉個例子啊，嗰陣時喺呢個例子，我老師話我知。嗰時外交部咧，其實係將嗰啲檔案咧係上載咗上去俾人哋嚟睇嘅嘛，都揀咗成即係千，好似話8000多份，好似話。就但係問題去到習近平嘅年代咧，係將佢哋曾經下過架，重新整理，然後再上載翻。
然後剩翻嘅話咧係得翻個一成，好似話。嗯，我剩翻。咁呢個係充分，係啦，咁充分反映咗咧，其實就係話佢哋對於即係呢啲咁嘅資訊嘅往來咧，嗰啲傳遞咧係收緊得好緊要。咁同樣嘅情況咧，就唔單止係檔案嘅問題啦，係西方著作都會係咁嘅情況。嗯。哦，原來有咁大家最好咧就努力學英文或者外文啦，去睇到原著。我絕對係啊，一定要睇原著。一定要睇原著。嗱，我喺呢度咧要講講啊，因為遇到啲人咧覺得話啊，你即係學好英文，你咪即係攞嚟威啊，其實唔係，佢係有實際作用嘅，係絕對係一個實際。我甚至聽到有另一個睇法，嗱，差咗少少啦，就係話有啲朋友咧，譬如話佢本身有啲罕見嘅病啊。咁變咗佢要學好英文嚟到去上網，或者到時咧移民嘅時候咧，要將自己嘅病況話到俾當地醫生聽。嗯，哇！呢、這個唔容易喎、啊，呢、這個唔容易、啊。係啦，要學啊。所以其實你建基於自己需要嘅話咧，你又需要即係嚟到去學好一門嘅外語，主要係英文啦。咁令到你喺即係某啲情況之下，你係需要去用咯。啊，所以中文其實你政治上面你係要學。咁但係始終去到而家，英文係國際語言，真正國際語言啊！呢樣嘢冇花冇假嘅。嗯，同埋係知識嘅一條鎖匙，打開知識大門嘅一條鎖匙嚟嘅。即係不牽涉於咧，最少有一樣嘢你可以知道啊，就係嗰本書譯出嚟嘅時候啲嘢譯得啱唔啱啊嘛，你咪自己睇咯。所以而家我有陣時我睇書都係噶，我揾一譬如話睇翻啲香港史嘅著作，咁你會睇啲譯。我都會睇譯著嘅，咁然後咪伴住嗰本中文書睇咯。咁你睇得快嘅時候，你咪睇中文，但發覺咦裏邊啲內容唔係好啱喎，馬上 check 翻個英文，咁會睇得快啲咯。哦，咁樣啊，好啦，咁啊聽咗阿楊博士講咧，大家就努力學習語文啦，但係唔係等於你放棄中文啦嚇、啊，學好任何語言都自己嗱，又翻翻嚟我哋個主題啦嚇、啊，因為史景遷本身都係即係字史專家啦，佢係講中即係讀讀中國歷史啦。咁所以其實你要一定要語文好，你先做到一個研究或者甚至乎閱讀噶嘛。啊，所以我哋要向史景遷學習啊，唔單止嗰個字史態度係要專業，語文都要過關。OK， sure， OK。咁啊，仲有位可能好多位學家，我哋都忽略咗噶啦。今晚因為咁短時間講唔到咧，就前港督魏逸信咧。都是漢學家嚟嘅，識中文噶，呢個識中文嘅。OK， 好啦，咁啊，多謝阿楊博士。OK， 今晚咧就天寒地痛，夾硬嘅啫，即係你唔得閒都抄你上嚟，就係想即係回應下今日阿史景遷嗰個逝世嘅啫。咁呢個問題咧，將來仲有機會同你講嘅。仲有機會同你講嘅，咁就今晚差唔多先。我想咧，你翻去你每日嗰、那個即係 schedule 啊 ，leave you back to your schedule。OK， 好多謝曬你哋。嗱，最後要講講啊，咁我哋彌敦道嗰、那個平台咧叫彌敦道啦。咁請你哋踴躍訂閱。咁咧，如果你覺得好嘅，你就介紹俾你嘅朋友。咁另外 Patreon 好快會有新嘢噶啦。OK 啊。咁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 ，OK？ 今晚多謝阿楊博士 ，OK， 拜拜。好，拜拜。